但是我们比较互相串酒店，就是听起来好吓人。秘密也会比较多的是在酒店。谁比较会玩？我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跟他们玩的时候，秘密坐在我这边，然后那天我抽到一个预言家，他是一匹狼，他全程这样抱着我，那我是后来听他们说的，狼人请睁眼。然后狼人请杀人，他就全身再没有睁开过眼。杨幂和陈学冬一起合作过《小时代》，经过好几次的合作以后，两人关系也非常好了，常常在一起约着玩游戏。在玩狼人杀的时候，杨幂还全程抱着陈学冬不撒手，看来对杨幂来说，陈学冬还是很能给她安全感的呀。近日，杨幂和陈学冬一起直播打游戏，然后就被发现这两人用的是情侣名。杨幂的 ID 是打我就哭，陈学冬的 ID 是你哭我就 rap， 真的是又好笑又有梗。不过发现这两人关系这么好的时候，网友都直呼杨幂太长情了。毕竟《小时代》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，但是杨幂和陈学冬感情还是非常好，娱乐圈真朋友再添一对啦！关注我，关注我，关注我。